大部分是投给你看的。好，打在棒头上，那这个位置呢就有一点尴尬了。啊，没接到，没接到了，来到了二垒。廖健富是背着这个球来接，很难接。最后落点离身体越来越远哦，这是背对接球最难的地方哦。哦，这个位置真的很尴尬，也不好接。右外野手也追不到哦，只能靠阿富哦，看有没有背后接球的能力。Safe， 没有扛住住，马杰森没有把球控制住，安打带打点，富邦拿下了超前分。哇，这次攻击的反应就很好啊！第一颗外角没打，第二颗进来之后，哇，打得很好。哦，陈真的跑垒也很重要哦。最后回来本垒得分，靠着蹭传，李伟再上到二垒。哇，这还是李伟在本季的第一支。